原神又联动了，不过这次不是必胜特，也不是肯德基，而是护肤品大牌特演示，所以大家有用他们家的产品度了吗？本次联动赠送的周边也是非常不错的，那为了帮大家用最划算的价格拿下周边奖励，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本次特演示原神联动的活动攻略。那么三连加专注，我们这就开始。如图所示是本次活动的详细套装内容，大家接下来有不懂的欢迎在弹幕跟评论提问，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，相信都会到有热心报价的。首先是配样盒，价格为50元，礼盒内包括本次联动所有护肤品小样、原神亚特力挂件，这些小样的价灯挂件的价格已经远超50元了，还有一张50元的回购券，如果是有后续购买需求的话，这不就等于白嫖了吗？需要注意几点，拍样盒只能线上购买，单平台限购一次，确认收货后才能获得回购券，且回购券只能在拍样盒购买的渠道使用。其次就是两个340元的礼盒，一个是白梨面膜，一个是刀保湿霜。由于套装内容较多，我就将其放在屏幕上了。这个白梨面膜应该很多人听说过吧，可以看到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，毕竟特研室本身就大品牌，正装在旗舰店的价格和联动礼盒的价格相同，买联动肯定是比普通装来的划算，毕竟礼包内还有联动周边以及同款小样，而且现在正值618，大家购买的时候还抵押满减，购物券使用。最后就是680元礼盒，里面包含特研室本身联动的所有正装产品，还有蓝玛丽毛绒包以及提拉里发带。不得不说一声，这蓝玛丽包是真的可爱。然后来说一下购买攻略，如果你要买后面的礼盒，那么配样盒一定要买，可以送50元的回购券。但大家买护肤品的话，一定要注意适不适合自己的肤质。如果大家买礼盒只是为了要周边，可以考虑给爸妈或者对象买，到时候周边自己拿护肤品给他们用，一举两得，岂不美哉？不过还是要注意，一定要他们先用小样试试会不会过敏。那如果你只考虑要周边，碰巧家里又没人用特颜色护肤品怎么办？可以买完拿到周边后，把护肤品往某鱼一剁，官方正装加了几十块，肯定好卖。说完了购买攻略，再来看一下本次联动推出的极乐黑白嫖周边的活动。一，在联动时间内到特颜色线下门店中跟店员说出暗号，原来你也玩原神，跟随店员指导完成会员注册，还得白嫖同款周边。相信这个社死暗号对在座各位社牛来说只是个小意思吧。二，在长沙、杭州、成都的小伙伴也可以到线下拓展店内的指定区域拍照打卡，集团白嫖亚特力挂件，还有机会获得联名帆布袋以及 DIY 帆布袋的机会。三，在拓展店中投掷通屏也可以获得周边奖励。注意，这是所有品牌的通屏，不只限于特研室，看来特研室这波是要打大动作，一举拿下所有护肤习惯的小伙伴也。还有就是要去拓展店的小伙伴，记得先在特研室官方渠道预约。如果还有不懂的，欢迎在弹幕的评论提问，我会第一时间回复的，相信都会到有热心报价的。